抽住咁樣。其實咧，我就係固定住承托住我上背嗰個力量噶。咁後邊咧，其實咧就完全係包住咗我嗰個背啦，就係、是、一個承托嘅作用啦。咁有咩用咧？當我哋長時間咧去固定咗一啲姿勢啊，或者長時間低在頭啊，或者有一個懶惰，成日墮住，令到嗰個汗背出現咧，這個咧都可以做一個輔助，幫我哋舒緩，甚至改善翻嗰個問題。因為平日你見到我其實箍住自己咧，當我一攣咧，其實兩條帶已經勒住我要提我自己上翻嚟。咁同埋我哋喺嗰個疼痛出現嘅時候咧，其實我哋都係手頭上有工作。都要完成，咁點算咧？咁呢一個咧都可以暫時幫助少少你嗰個力啦，去盡快完成你手頭上嘅工作啦。咁其實呢條帶咧係咩帶嚟嘅咧？呢條咧就係普通伸展帶嚟嘅啫。咁你見到我啦，嗱，開始除，好方便嘅啫，除翻佢。咁係一條伸展帶。咁其實最主要咧，我哋都係要呢個扣。呢個扣咧，你近都見到我啦，就係好容易拉鬆同緊嘅，咁呢啲包綁書嗰啲啦，啲帶咧其實都係呢啲扣，有時啲腰帶都係呢啲扣，咁所以咧睇下你可以揾條適合就手方便嘅都得，或者特登買一條都得，粗幼嘅隨翻你自己接唔接受到，譬如話我粗，我覺得啊好都舒服嘅，冇有咁樣勒住咧，咁都可以自己考慮翻，咁長嘅一定要長啦，你都見到我整個人要。佢箍實噶，咁所以咧都要去揾條長少少嘅。咁好啦，點樣做咧？我就擺喺再綁一次咯喎。咁啊，過咗頭，擺喺夾位。留意啦，我哋咧要慢慢擠，因為有時佢扭轉咗，你照綁咧，綁極都好似揞住咁樣。咁好啦，首先一條先，夾位過膊頭。放在後面先，另一條都是慢慢擠好了，放了之後怎麼辦呢？你看到我放在後面分別兩條，之後呢就將兩條捉回住，如果你柔韌度不好，你可以找同事或者家人幫一幫手，將兩條交叉搭好，看回正這位置搭好之後咧，好啦，你而家咧就會感覺到咧係貼住咗嗰個背一個交叉咁樣。好啦，去翻前邊之後咧，兩條帶捉翻住去前邊之後咧，好簡單，就咁樣箍翻佢就得啦。箍翻佢，套翻，綁翻，鬆緊啦。你自己習慣，初初建議是鬆少少，因為你一下子去勒住自己呢，如果你那個習慣未改善，很自然呢你就會勒得很不舒服，所以呢鬆少少先。厚和薄的衫呢效果又不同的，比如現在我穿著薄的衫，所以感覺到很貼身的，所以呢你就可以褪翻正曬整個感覺到呢，你很明顯比沒綁之前呢你那個背是有即都是有些舒服的，因為做一個調整啦，咁譬如話你喺公司做嘢啊，或者喺屋企有時都習慣好懶咁樣，成個即係寒曬背啊咁樣，你都可以去做，因為始終譬如話你校好咗啦，我而家校好咗，一攣少少，其實個膊頭已經提住你，因為扯住都會好自然去拉直翻直個人。咁當然呢個安排係咪？如果咁好，係咪成日都可以咁樣做咧？其實就唔建議㗎，因為如果你長時間去被動咁樣去輔助咧，令到你自己個身體咧就唔會去主動去改善翻個問題，包括你要改變翻你嗰、那個習慣啦，惰性嘅習慣啦，長時間嗰、那個姿勢固定咗咧，都係要譬如話30分鐘啊，去改變一下早晚做一啲基本嘅伸展啊，加強翻。其實最主要就係加強翻我哋已經比較弱咗嘅肌肉啊。所以呢啲一個成套嘢嘅安排咧，其實都係要自己主動去改變或者提升翻。呢一個咧只可以做一個輔助。咁至於你可能見到坊間都有一啲好似類似呢啲綁住去護脊，咁有咩唔同啦？咁坊間嗰啲咧都有一啲教導嘅，有啲教唔到。
如果驾驭唔到嗰啲咧，可能你嗰个身体有啲每个人个厚度宽度唔同，咁就可能未必咁方便啦。咁教得嗰啲嘅，咁你就睇翻你觉得啊，我咁样方式可以啊，或者嗰啲都比较方便。咁其实就随个人个人决定。咁啊，尤其是嗰条带啦，我而家呢条厚嘅，我自己习惯。可能你自己綁咗之後唔習慣啊，好粗啊勒住啊，咁啊想揾條印。